咋了？你啊？想洗个澡？洗澡啊？热啊？那今晚住在这儿，那不得洗个澡吗？住这儿？啥情况？那你不是要跟我回家见我爸妈吗？那咱俩在一起，那不早晚的事儿？行，那你洗吧。那我去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问一下，就是，去你们山西那边有什么规矩没有？说啥呀？没规矩啊。我听说人家说第一次去丈母娘家要先喝三碗陈醋，你的，我家又不是开醋厂的，让你喝醋的。哎，那我问一下，那个你们那边嫁姑娘彩礼一般有多少？彩礼啊？那我闺蜜结婚的时候彩礼40万，多少？40万，这么多啊？那也有低的，多少？20万，低的要20啊？最低18.8万。18万吧。哎，那我觉得就是，要不我年底的时候再去呗。其实可能我最近还有点忙，可能走不开哎呀，宝，啊。啊？你是不是有压力呀？你没。别想那么多。那每家情况不一样嘛。我爸妈就是希望我找一个好人、靠谱的，在一起过得好的，这些都无所谓，他们不注重这些的。这么开明啊？你要是想意思意思，万里挑一就可以了。万里挑一啥意思呀？1万1啊！1万1啊，那你要要觉不，得1万1不出，你白给都行。那咱不能这样。那我上次，那我先好好准备一下。那我能洗了不？等一会儿还有，我因为那啥你紧张，紧张什我么要问清楚。我上次听说咱爸喝酒是不？然后那个咱爸平时都喝什么酒啊？就我们山西汾酒啊。最起码酒我得准备到位啊，是不是？别有那么大的压力，跟让我回家就好了。我洗澡啊，那你洗吧，啊。怎么你还跟我一起洗？你去房间等我去。那我等你啊，我给你拿我那个衬衫给你当睡衣，你放那儿就行了。好好爸，我走了，好，啊，在家记得想我啊。哎，那个，怎么，不舍得我走吗？要不你搬过来跟我一起住吧，我就那个。随口问一下，我看你这每天跑来跑去的也不方便。你刚才说啥？啊，我说要不你搬过来跟我一起住吧？那啥，就是主要你上班离这也近嘛，这样不也方便吗？然后我们这样也能天天见面，不是吗？你想好了吗？啊，想好了呀，想了很久了。你确定？我确定啊，以及肯定真的？啊，真的。那你这啥意思？要是不同意，你就当我没说。我不是那意思，啊。我就是你让我回去考虑考虑，好吧？啊，对，这个事儿还是很重要，还是要想好嘛。毕竟两个人生活在一起，很多方面都要考虑周全嘛。是不是啊？对，那，那我走了。啊，行，你不着急，慢慢想，想好跟我说就行了，好不好？毕竟来日方长嘛。那个，我真走了。那你慢一点。我真走了。啊，已经长走了。大的约哦，慢一点啊。我上次跟你说的。事情你考虑怎么样了？啥事儿啊？你跟我说的事儿多了呀。就是咱俩同居的事啊。我还在考虑中。还在考虑中啊？其实我跟你说，跟男朋友同居的好处有很多。啥呀？你比如说。说，比如说，你跟男朋友同居了，看电影的时候就可以两个人窝在床上面躺着看，然后自己孤独的时候。可以跟男朋友聊聊天、说说话，然后冷的时候呢，也可以跟男朋友抱在一起相互取暖嘛，知道吗？那人家都说人一旦得到就不会珍惜。那说的是别人，不是我，我得到会更珍惜，知道吗？其实我跟你说，跟男朋友在一起同居的好处啊。
还有更多呢。还有啥？还有啥想知道吗？啊，你说呀。你别急嘛。其实跟男朋友同居的好处啊，还有助于调节女性的内分泌，增强免疫力，改善皮肤，使皮肤变得越来越好，痘痘都没有了，气色也会变得很好。那意思是我就不会生病了？最起码感冒的时候有人会在身边照顾你，给你拿药倒水吗？是不是？因为你一个人住，确实，你看天马上慢慢冷了，我怕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会着凉，被子蹬掉了，没有人给你盖。哎，你说的对，那每天睁开眼睛就能看到对方嘞。对呀、那每天晚上闭眼之前也是对方哈。对呀、哎，你说的也对哈。所以说，嗯，两个人在一起同居真的好处有很多，然后你好好考虑一下，嗯，行不行？行。然后我在这里随时等你。等等，嗯，我怎么感觉我被下套了呢？下了什么套？爱情的套还是？就是爱情的套。那你愿意上我这个套吗？嗯，睡觉。啥？睡觉。睡觉。嗯。快来。宝啊，你带身份证了没呀？身份证啊，我们出来吃饭带身份证干嘛呀？那去一些地方干一些什么事儿的话得用身份证啊。去什么地方需要身份证？那个就哎呀，就那个地方吧、啊、哪个地方？哎呀，我不知道怎么说啊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你说什么地方了。你这样我看看啊，那个我现在回去拿还来得及不？你等我、我现在回去拿。等等啊，等等。现在拿什么呀？这都晚上了，用不着呀。晚上用不着啊？人家都下班了。什么下班了？明天上午你拿就行。明天上午这种事不都是一般晚上做吗？上午干嘛呀？这是。那去民政局呀、啊。民政局？嗯。民政局干嘛？咱们领证吧。领证？你是在向我求婚吗？领算吧。嗯，可是我还没。九点开门。可是我还没准备好。你要准备什么？你身上连4块5都没有吗？你没有我有。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我是说我还没有做好结婚的准备。我觉得怎么突然你跟我说这些啊？你要什么准备啊？我们一些结婚的基本的保障我还没有准备好呀。车子房子吗？彩礼吗？对呀、那没有车子房子这些东西我们两个可以一起去奋斗呀，一起去努力去拥有呀。彩礼我都跟你说了我可以不要呀，我说什么了吗？但是没有钱怎么结婚啊？难道非得有钱才能结婚吗？4块5两的加起来9块钱，9块钱都没有我有啊。可是我不想给你这样的婚礼啊，我不想让你跟着我去吃苦啊。可是我愿意吃苦啊，我愿意呀、但是我不愿意。我也曾经憧憬过，后来没结果，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是那种特别干哑的。